每年啊，到了这个四月份的时候，整个的满园的樱花开放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每年的四月份也是我们青岛樱花节所举办的地方啊。那么前方呢，我们很快呢，首先会带大家去到我们青岛一个非常漂亮的山头公园，叫做小鱼山公园。